来到茶叶的故乡平陵，当然要来尝尝茶风味料理。福长商号就是一家40多岁的茶老店，招牌餐是茶油面线，加上 Q 弹茶叶贡丸汤，贡丸放入口中咬开后，茶香四溢，与特制的汤头结合，简直完美。先别急着掌声，不可错过的甜点茶叶红豆抹吉，软绵绵的像棉花糖的口感，让人欲罢不能。其实店家还有特制包种茶枕，具有按摩帮助睡眠的作用，让你来品尝到美味茶膳，并拥有整夜好眠的睡眠品质。